夜晚的声音发着温暖的光。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晚的小董夜听。你为什么过得不快乐呢？看到过听友发过来的一句话，生活上不坚定，感情不够洒脱，患得患失，敏感多疑，总是活在别人的目光里，所以才不快乐。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做什么事情总是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因为怕别人孤立你，就努力学习做一个开朗的人，尽管私底下你更喜欢自己待着。因为怕别人说你软弱，就在人前假装坚强，尽管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很脆弱。渐渐的，你活得像一个提线木偶，在别人目光的操控下，一步步丢掉真实的自己，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场给别人看的戏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无论你多么努力让自己做到完美，还是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，在他们的眼里，你永远不够完美。到最后，你既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，也弄丢了熟悉的那个自己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那些一边说我只是为你好，一边伤害你的人，就请让他们走出你的人生吧。你的人生你自己做主，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只做最喜欢的那个自己吧。